朋友们大家好，凯文游戏，我是凯文，我是小凯莉。今天我将和小凯莉带来铅笔的桌游游戏哦。哇，我们快点开始去玩游戏吧。嗯，游戏出发。哇，这不是铅笔吗？对呀，这个就是为了游戏而准备的铅笔哦。嗯，哥哥来告诉你游戏怎么玩吧。告诉我。首先，这儿不是有铅笔吗？这上放上一支铅笔，放上一支。你是要抓石子的游戏吧？像抓石子一样往上抛。哦，喂，这样不行，这样是失败的。看起来好难。哦，是很难的。一二三，哦，对了。啊，好了。一二三。但是哥哥，这不会是一个、两个、三个都要成功的吧？可以做到的。怎么可能？首先完成这三个阶段的人是胜利者。知道了。那我们快点开始吧。好啊。那么我们站在这边，那么我从这里开始，同时开始，预备，开始。冷静。一二三。哦，我先住了。哎，我哥哥第一阶段成功了，我这个成功，开始了。喂，成功。一二三，第一段成功。哦，好可惜。哦，这是什么？哦，你做太好了吧。哦，什么呀？哦，我两个都成功了。小克力，等一等，等着吧。一二三。哎，掉在那里了。三个啊，我老是把它们当成筷子。啊，看来大事了，饿了。一二三。哦，不行，小克力，刚我看你的手是不是在作弊呢？没有，我是因为怕它掉下去，用手扶住而已。等等，喂，好了，让开，不行，你不可以这样。喂，我真的太不可思议了。结束。小凯莉，这一轮一共准备了四个阶段，不可能很简单就结束了吧？不一定。不是，哥哥现在也下定决心了，会更加努力的。我等着。好啊，那就开始吧。准备。不可以，是准备啊。知道了。准备，开始。哦，第一阶段就开始不顺。哦耶，一个。对我来说，一好像是最难的。为什么这样？我的好运好像在上一轮用光了。冷静。冷静。OK。第二阶段也通过了。哦，我做的好像不错呀。这个好快呀。一二三。可以的。哦，现在有点难了。真的好快。哦，不行。啊，从第三个开始就不行了呢。嘿，三个也成功了。那么小凯莉现在要挑战四个。哦，我现在好紧张啊。哦，这样四个也太多了。我三个成功了。哦，哇，快点。哇，好可惜啊。别这样。哇，这个好有趣啊。这一关实在太难了。哇，这个一二三。啊，不行。哦，我真的玩得挺好来着。小凯莉，这样下去不行啊。有什么问题呢？小凯莉玩得太好了，凯文要准备其他的方法。不需要其他方法了，我已经赢了两轮了，已经胜利了。不是，才不是呢。我们用最后一轮其他方法吧。是的。那我去准备一下其他方法了。小凯莉，看看这个。等等，这不是木筷子吗？哥哥在第二关的时候，总是很容易把它们当作筷子来抓，是吧？所以说，
这次准备了真的筷子，来试一试。好。这个长得和铅笔不一样，稍微有一点扁平，所以抛上去接触的时候会更加简单的。哦，真的吗？那么石头剪子布的人可以选择。好的。嗯。剪刀石头，剪刀石头布。嘿嘿嘿。哦。嘿嘿嘿。能不能给我一次机会啊？你说什么呢？就一次，再给我一次机会。这个小卡里玩的太好了，是我想要赢才准备的。知道了。那么，石头剪子布输的人可以选择。我就用这个。啊，真的吗？我就用这个，可以了吧？我怎么感觉有点不安呢？好的，知道了，我们哥哥帮你摆放好。好啊。嗯。一段，第二阶段，第三阶段，最后第四阶段。好的。好的，那么哥哥呢？一段，二段。哥哥，我真的让你很多了。这轮哥哥胜利的话就是最终胜者。这话什么意思嘛？这一轮哥哥赢的话，那就是最终胜利者了。啊，这样的话，啊，好吧。那么这次，开始就由小可以来喊吧。知道了，准备开始。哦，做得很好。OK， 第一段过了。哥哥，我现在这两个都没了。剪给我。二段，朋友们，第二段过了。不行，快剪给我，我看不清它在哪里。胜负的世界是冷酷的，朋友们，我第一次三个一次性成功了。好 ，OK， 三段。我没有两支铅笔，这个游戏要公平才行。哥哥帮你剪，因为哥哥很善良，所以第三段也通过了。这才没有善良，明明很坏。给你啊。哎，真是的。我刚刚通过第三段了。我在这里悠闲地看着你。是第三关吧？第三关很难的。我会看着办的。行了吧？我是一次性成功的。啊！我最后输了。一二三。哥哥，我都看见了。一二三。啊！成功了。果然到最后都不能放松。看吧看吧，不可以那么坏的。哦，对不起对不起。啊，小凯丽，我很好奇，我现在是第四段能不能成功？我想看看，如果不斗小凯丽的话，我是不是会赢的？好吧。好，一二三。不行的。反正就是输了的游戏吧。最终胜利是小凯丽。朋友们，今天和小凯丽一起玩了玩人铅笔的游戏了，小凯丽，你觉得有趣吧？真的超级有趣，凯文也觉得很有意思啊。那么下次我们还会带来更加有趣和有意思的玩具跟大家见面的，朋友们，再见啦！